Hello， 我江江，现在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哦。你要先系安全带。啊，学长，怎么系安全带？按哪个系安全带啊？哎呦，跳出来！警察来了啦！来，慢慢下来。可以拿叫计程车来载我吗？慢慢下来。可是我们挡在这边路上不好，把我们去，我们把他移到旁边会比较好。可以。啊，为什么被拦截了啦？你是怎么开车的？都没人来载我。因为你闯红灯，闯红灯。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警官，可以来载我吗？这一次啊，我旁边这个小女生要挡着去医院吗？对呀、啊，我肚子好痛，我要去医院啊！哦，你这样都没有人来载我。哦，好开心。学长可以开车载我吗？小朋友快拉出来了啦！警官要放行一下吗？小朋友，可以开车载我吗？没关系，喷在这里面。喷在哪里面呢？警察先生要说清楚，讲明白。喷在那个后车厢里面。喷在后车厢里面，学长他在讲你哦。亲爱的学长。你这样过来。就。还是得开你单。不是啊，我们赶时间呢、啊。为什么？挡堵死啊！挡堵死啊！懂啊，不要啦，不要嘛，不要这样啦，警察先生，我们第一次玩啊，我们才第一天进来，才第一天进来吃的蟹。这样，你听我说，你们这样就是妨碍公务哦，妨碍公务哦。你们信不信？你们这样妨碍公务，管你们。我被撞了。没关系，那个是 DC。Hello， 各位大家。逃逸的，帮我处理一下，不可以让他跑走了。你过来。哦！哇！好，没关系，你要找吗？这样子啦。记录什么？那我们要赶去医院了，我们走吧。我突然来了两台警车啊，不是只是来，先不要走，不是只是闯红灯吗？真的假的？我们现在要去医院，我旁边这个要生小朋友了。这是警察要护送我们去吗？还是警察要护送我们去吗？这样我们感激不尽哦。这是谁啊？哦，我喜欢当兵是。做了。然后你就帮他性爱前生小孩。性爱前生小孩。性爱前生小孩。这什么？那我们可以走了吗？好，走。谢谢阿瑟。爱你哟。爱你哟。超耳闭嘴。超耳闭嘴嘞。哦，闯红灯！警察先生闯红灯被看到了。我喜欢这台冰室哎 ，C63。C63，真假的？你要当？那你要做多点黑钱呢，赚多点钱啊，才有办法、啊。C63哎，好漂亮哦！是 ，Help！ 救我！我被兵士绑架了。
被宾士绑架，有事吗？学长有警车哎！他来了。学长有警车。三个人一样哎。怎么了，这位先生？啊，没事。喜欢我们三姐妹吗？我看一下你 ID 好。那、啊、我看一下你 ID。我们三个都一样哎、欸。为什么要看我 ID 呢，警察先生？你好，没事。警察你好，你好帅哦，可以逮捕我吗？好，我等一下回来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拜拜你干嘛乱撞人家？他跟你尬掐了，撞人家屁屁。嗯，他们好有钱哦，都要追我们嘞！哇，他们过来了。不要做了！哎，花花，你去撩一下他们啊！啊，我怎么撩？我不会撩人家啊！现在夹在中间谁啊？好，好，好呀！小哥哥，不要欺负小姐姐啦！有人要上吗？滚！不要挡路。还有一个位置哎，不要上来坐啊。他怎么一直撞着车，撞烂了？哎，是妹子哎，妹子哎。Hello， 小姐小姐。告诉我们吗？告诉我们吗？不要在景区逗留。你在锁门吗，小姐姐？谁跟你小姐姐？喂，原来是人妖哦！哎呦，什么人妖？他刚才讲话是男的啊？真的假的？没有听到。好棒哦！学长，快快一点，我喜欢快一点。太快不好吧？二哥，二哥，帮我跳车！我跳车，我跳！我跳车了！你要干嘛？要剪头发哦？还买衣服啊？跳跳跳！你居然下去干嘛啦？我突然去的，我不知道。出发！出发！